4月21日，周冬雨沈阳出席某活动，身穿蓝色露背装、秀美背配牛仔短裤，加上清爽的随意短发和个性耳环，一双黑鞋和颇有个性的精致妆容也是加分不少。周冬雨还在现场表示，自己也是很性感的，并现场翻箱子秀纸片人身材。周冬雨的表情时而嘟嘴卖萌，时而亲切比心，时而眼神一变玩性感，简直可爱又性感撩人，难怪人气爆棚啊！为此，网友粉丝们纷纷围观评论，表示调皮可爱我冬雨，奇葩女子惹人爱，亲爱的宝贝冬雨。